陈金星日前大方宣布与来自德国正美网红热恋中，并在美魔女妈妈的陪同之下拍片和大家分享自己向家人出柜的过程。不过她也坦言公开形象后面临许多退赞状况，甚至粉丝追踪数掉了上千名。不过她没有因此丧志，反而用正向态度面对，并向支持她的粉丝表示谢谢你们还在。没想到近日她突然发现有网友写下退粉宣言，但她特别截图起来和网友分享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该名网友留言表示，我不喜欢同性恋，接受不了，以前挺喜欢他的，看他是同性恋突然不喜欢了。对此他本人则是傻眼直呼还真的有这种人，并且表示慢走不送，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满的无奈心情。